黄明昊新造型曝光，橘色龙钩辫搭配帅气机车服，够狂野够酷炫。黄明昊新造型曝光，黄明昊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当红小生之一，之前参加了偶像练习生并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，作为 NPC 里面的成员正式出道。出道之后的黄明昊发展得越来越好，而且长得特别呆萌，性格也非常好，深受粉丝们的喜欢，还参加了一系列综艺节目以及电视剧的录制。照片中的黄明昊一头的橘色龙钩辫，还画了一个非常犀利的眼妆，额头留着几缕头发，看来是为了更好的修饰自己的脸型。当时的黄明昊身穿一身机车服，还戴了一个大手套，十分狂野又酷炫。橘色的头发将他的皮肤衬得更加雪白，想不到一个男生的皮肤竟然也能白到发光。看了黄明昊的这身打扮，更加期待他的 MV 了。